我什么时候开始讲话？我镜头放上，你就讲话。好。哈，大家好，这个是 Jigging Master 设计的这个2011年的小高稿专用杆，专门针对这个白带鱼跟红杆小高稿哈。它的铁板是使用50克到120克，走的是平价路线哈。不要觉得这个平价钓竿哈就破坏力不强，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拉力值测试。这个是10公斤的这个铅锤测试哈。来，我先来测试它哦。再高一点，没问题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十公斤，哇，好强啊！这支杆子很威啊，十公斤 ，OK 啊，继续钓，看可以钓多久。好，可以的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放下。哎呦，再讲一下低廉的价位，低廉的价位，超高的破坏力，可是我觉得还可以钓更重哎。